大家好，我是偶尔会拍电影的小说家九把刀。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书展又来了，就是但是今年呢，很不幸的是我没有及时完成《杀手》这个小说，所以只好很可耻，我们一起来签《楼下的房客》电影版书一的小说。时间是7月9号晚上7点 ，KLCCD 展览厅主舞台，要有我个人的分享，还有签书会。每年都要来马来西亚一次，来跟大家报告我这一年来又做了什么事情。所以，有兴趣的人，请来听听看我最新的发展，还有我拍最新电影的一些启发与感想。到时候见。